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啊，即个呢，我看到观音菩萨遐呢，啊，咱大雄宝殿呢，点点坐了，一直赞叹观世音菩萨，你在遮啊，你自在啊，啊，心内又无换你做工，我说换做，我看到钱，我老花你做啥呢？我慢慢，我有哭有笑有啊，有啥物代喜怒哀乐我拢有，我两个我来表现我喜怒哀乐，我咪讲得。我白甲你带遐，我无法，即阵人偌敖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好啦，啊，九天玄女，吼、哦，九天玄女，咱的祖师，咱的风水祖师，咱拜啊，他易经风水一定爱拜九天玄女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九天玄女咸惊咧来，你惊，等下吼，你袂食饭，点当遮济，即本互你惊看，你惊看我做干？牙干，咱食饱来，你看要发多安尼无？你若有法度，我甲你拜日，你做九天仙女啊。然后九天仙女是补天嘛，补天，补天，这个叫纯阳，是不是？纯阳呢？我们头顶是乾卦，乾咱头顶是乾卦，乾卦上面再一点的柱啊嘛，柱啊，柱啊，三环面这个一点是柱嘛，柱在在我们顶首嘛。柱子在闹的时啊，咱呢头上三尺有神明，叫咱呢大概爱谦虚，唔通狂妄心。哦，所以咱的悬空爱心啊，哈、哦，悬空大卦是九天玄女所悟到的真理，传到现在来。好、哦，那么这是为悬空，上面悬空是超越一切法。啊，所以九天玄女的话呢，一起超越一切法，超完一切法，怎样一切法，超完一切法，那庇荫所有一切众生嘛。啊，系啊，那么你请问各位，谁人我在想点么样呢？古边教，啊，亲像我摸一碗土，嘿啦吼，天边塌落去，吐掉咧，你看伊有够慈悲，伊啊吐掉咧，我好天个落落啊。天个一空个落落时啊，一个上的众生天补掉咧，你想了我走，无你等下互你吐掉咧，讲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我们有很多不能做到的太些啊，那莫狂妄心，爱谦卑心，哎，亲人心啊，哈，咱世间即摆足侪人吼，轻视别人的心啊，迄种心想莫，大量的官员。哎，代表官员恁来去吼，上级不对下级敬酒，恁知道？领导不向下面的遐人敬酒，上级不向下级敬酒，下级才一对上级敬酒，上级敬酒要啉唔啉，还很难料呢。所以大陆诶，遐因了呢，中共呢吼，因着一种轻视人的心，要足严重，要足严重诶。咱台湾的官吼，啊，即个都未轻视人啊，吼，即个吼，咱渐渐有改变啦。早期的官啊，嘛是会安尼着着，哼，吼，哼嘿吼，你要甲伊打到交道，真拍甲会好势咧，反正三当五当，对你才会较好。啊！以前啊，我做是江苏对一个老官员呐，啊，伊咧吼有轻视人、笑人的心，啊，拢爱食好薰啊。我但是我无食薰，我一支薰啊，一包薰递几啊五个嘛咧递。啊，有一天呢，我特别切切，
去做工事，做工事咧，代志请教，嘿嘿嘿嘿，我就创，我第一支三五啊，迄当时三五啊上好啊，三五啊第足久诶，结果咧，三五啊我还第足久臭富呀，啊臭富咧吼，我都也好尖，但系啊，一切即个官员吼，将来轻视人咧，啊尤其我少年啊，瞧不起，好食了，嗨，还要说结婚，嫁白家你也要好食。我这什么呢？吼、哦，什么哪有叫什么？我这特级什么呢？我特别的什么呢？别人什么不安的呢？你想，我大头啊啦，我大头啊啦，吼、哦，还是啦，婚我无结，我第几啊个月，我遐济官员无人结婚，干你结婚尔，所以我就无我一包婚第几啊个月嘛，好、啊、啦，开始咧。轻视的心啊，开始因为嫌嫌个歹味，杂质的吼，轻视的心拢无呀。开始讲老丁啊，你要创啥哟？我、哦、无啦，我都在讲一些江苏方面咯，请教你吼、哦，要安怎做起来较好啦。哦安尼哦，嗯，啊是冰冰诶，我嘛不晓做了，啊我嘛不晓做，因为伊嘛不晓，伊嘛无读过这個，吼、哦，我无我后壁迄张你看嘛好不好？我夹一张迄。解说迄程式表，我来，你看，嗯，你拿这张，这是我写的，我误的，他册也并无，我误着，你看安尼样嘛，嗯，安尼好，好，后摆偌好你去换摇分车嘛，啊，这一个人你也轻视人，甲你来去歹势，我跟你讲，哦，大家呢吼，咱大家呢吼，莫随便轻视他人的心，啊，那么莫看人夫妇有刚度的小度。但这么看人夫妇，你也看人夫妇的人想讲，嘿嘿，你也看夫妇的人呢吼，有一间小度，有一间迄是你的贵人呐、啊，啊，迄是你的贵人。所以咱伫世间呐、啊，大家互相受尊敬，因为每个人心内底迄个咧，是拢佛拢菩萨，都是佛菩萨转世投胎来世间。啊，那么如果你轻视这个外向的人，哎，那么轻视到里面，那就不对了嘛，那就不对了嘛。那在元月1号那一天呢，啊，我讲到人在世间上发动战争的人，想攻最愚蠢的人，你要歼灭敌人，也许是过去生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还是恁囝、恁某、恁孙啊、恁恩人。啊，我把这个话讲出去，丢出去了以后呢，啊，结果大陆啊代表呢回去了以后呢，这句话已经经过了希望哦，那黄老师经过了希望，等一直的想，一直的研究师傅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哦。啊，这边呢，啊，都经过10多天了，我就等着联络了。啊，师傅啊，我们去法会之后看你们这个法会的哈。好，这个大家盛情热情呢，在台湾呢，好也能办到，在大陆我们办不到，大陆办不到，原来就轻视咱台湾人诶，这等于了，嗯，跟他轻视啊，哦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大陆我们办不到，你们在台湾的师兄师姐，啊，的台湾同胞这么团结啊，那我们确实大陆的人办不到。啊，师傅，你有空以后最好来北京，也能够办这样的法会。哦，我阿弥陀佛咯，啊，我法的，啊，再来了一个师傅啊，啊，两岸的、啊。我们如果常常电话像这样热线的话，两岸保证不会战争。讲2次，保证不会战争，可见啊，过去因轻视人的心，来到台湾，看着咱大家团结这精神呢，啊，这爱心嘛，啊，造成呢，大陆呢，因的心轻视人的心，怎么无去啊？啊，所以各位爱一个你啊，那莫随便轻视他人，啊，慢他心，慢慢来，无要紧，阮兜较要紧，恁兜较无紧，嘿，迄种的人吼，爱注意，
不过，但你要催我，我嘛慢慢的来，因为你们找我，因为你们是找我啊，所以我可以慢一点，你们要急一点。不过各位了解，有时候你们找我也是，不是我不帮忙，啊，有的姻缘还没具足，我的时间没聚焦，啊，我呢，爱个关键啊，过几点钟啊，姻缘才到位的时，我就主动会帮你们做忙，哈、哦。但是咱得过于爱注意，咱做生意的人啊，然后做人处事慢他心，咱爱片面，好、啊、邪见心，咱看人拢在边看邪见心，咱看人爱正面去看认识一个人，那么反正辛苦边呢，哈、啊、边啊，你自己你也要看，啊你看是错，看到人了，看一个真假尔。啊、哦，并无代表着你所看的全部。好、哦，咱对任何一件代，咱正知正见。啊、哦，那共孤心，共孤心上害。嘿，啊、哦，那像这回咧，哈、哦，人口办会咧，发咧办刷的时啊，嘿，我咧讲师傅用共孤呢，会使共孤啊。好、哦，但是真济人，老师啊，你这样办了吼，啊，要找你足困难啊，要请你真困难，要拜托，我拜托。卖小孩，哦，我无根本都买爱臭皮囊尔，那啥好巩固？有时间大家都互相相疼爱，有时间大家互相相服务嘛，那啥好巩固？啊，这办的话，会办了以后呢，是我落地价上紧的事。我告诉各位，落地价上紧的事，一定会控告。家己无留意的是，一控告起来害啊，在落地价嘛。这各位啊，你们我们爱注意，你嘛是咱的这个法门，你莫啊，我在时，迄个老师的地主啦，我就是伊的地主啦。我告诉你，你莫好下吼，你叫我牵着皮啊，冒去啊，咦，哦，讲我也是看就变怎啊，到尾嘞也不好，共过都不对，更加的谦卑，还没有成功的要谦虚，成功以后要更加的谦卑。老祖一再给人开示安尼的，咱只事业才会成就。去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啊，咱所有一切时中一分一秒所想的歹的念头，咱都爱甲放掉。常住见己过，那爱看到家己的过错，一定爱找出自己的过错来。哦，咱但都莫去找别人的错误，你要找别人错误，我告诉你，那是痛苦的事情啊。但是我真正歹习惯，恁来未来找我，我一定会找恁的错误在哪里。好，但是找错误在哪里，你爱找一条把能够弥补错误的，好，让大家重生，重新把坏的啊不善的心放掉，重新走入健康的人生的路。那么，咱弘道以后拢是安尼，拢是爱安尼做，嘿。啊！不说他人好恶，就像公了他人好，那个赞叹，卖那原谅的同情，你都可怜的话。哦，那再来啊，是自我皈依，叫做自己皈依啊，自己依靠自己的善良心，常息一下心啊，普贤恭敬，那用心啊，常常心放下来，把身段放下来，好、哦，普贤恭敬。咱来普遍，咱来恭敬所有一切众生，恭敬所有的人啊，因的功德。即使一个人啊，因两阿母生命，结果饲四个孩囝，嘛饲到四个囝，饲到大汉，四个囝嘛都成成就。我你这四个囝是安怎饲的？你目睭青盲无看？我足简单嘞，我说我甲白个，一条看嘛甲白个，因都袂走的。细汉都拢爱饲的。因个脚甲绑个，绑个一条脚，啊，拖着行，关节因在，哎，莫走啊！你看，饲四个囝是用个安尼饲起来，饲起来，就是我爱学易经迄个蔡老先生，目睭两阿毛拢无看，但是饲这四个囝，你看，啊，这四个囝拢做有成就诶。那么因四个囝是商场吼，官场甲你熟悉咧，你若知因老爸是目睭青盲。你根本就无可能去了解的，哦，所以咱莫看人夫妇，我是讲你的小度，啊，咱所有爱去恭敬所有人，啊，能够转世来世间，不是省油灯。顶下咱有人，哎呦，那业障下来，我告诉你，咱那是愿力来，
五法原来世间呢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呢，爱长期下心，吼、哦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见性通达。那安尼，我得见性通达，吼、哦，更无自爱，咱就无阻碍四智归一啊，咱就无阻碍啊，吼、哦，即点呢，大家爱了解。咱要尊敬他人的时，咱阻碍足少；咱若不要尊敬他人，你的阻碍非常非常的多。咱要通达无碍，迄种叫做自归依，自己归依自己的心，自归依。好。哎，我们下午呢，继续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啊，忏悔品。咱忏了，一直爱悔，忏而有悔，啊，叫有功德；忏而无悔呢，甲你讲我啊，无爱做歹代志个啦，无爱做歹骂人啦，结果讲是讲了，做是两回事。啊，悔就是无要阁做。无过去犯错，好就悔。哦，这忏与悔啊，两项啊，夹做是诶。上好的忏悔的方法呢，是家己去做，啊，自己去做。所以呢，最近来呢，我来写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诶忏法。啊，咱各位啊，啊，恁有诶，若要消业障，恁家己业障较重的人，恁咧可以送。各种的经以外呢，恁也是在拜忏啊，尤其三昧水忏啊，也功德非常非常的大啊。所以有忏者爱有悔，有悔者一定爱对忏开始。忏就是想咱过去想唔对的物件啊，过去咱想歹的这个啊行为甲想念啊。昨昏啊，我那个师兄。啊，因为中风了呢，较早呢，啊，对太太呢，可能靠男人主义嘛，啊，就中风了呢，啊，伊就规日呢，一直甲蔡太太忏悔，一直哭甲太太求太太原谅，过去唔对啊，一直忏悔，忏悔了，有效，有效，身体就就是好起来，哦，所以咱一个人啊，有当时啊，啊，大家媳妇嘛好，别个囝嘛好。大家心无嘛好，过去啊，咱呐自己较有真侪行为，对许多人吼，确实较差个所在，造成身体真歹时啊，吼，我们可以用忏悔的方式，用消业障。在昨昏啊，啊，咱呢在北区二届、五届、台北、桃园的先修班，啊，弄登到大安寺，啊，聚餐，啊，忘年会时啊。啊，拄啊！我看到咱一个张师兄，吼、啊，伊个吼，啊，原来都严要死去啊！啊，已经来到咱个，伊是第五届嘛，来上个学校带，啊，带个含食都袂食，嘿，我奇怪啊！嘿，袂食一定原因嘛，啊，有原因嘞，啊，都注意个，个是看个问，啊，伊个太太，好个问，我问原因，伊讲有啦，我都。一届伫眠梦，吼、哦，眠梦暗伫困的时，啊，看一个查某人，一个查某人咧，啊，就伫头前咧，啊，都门袂当入来，头前我就带金刚只嗡啊吽扑啷扑啷，带伫门头顶，所以迄外灵咧，伊就无倒入来啊，无倒入来咧，选伫后壁来，以后你若要打金刚，拢爱打，无用来收起来，哈哈，伊就选伫后壁入来啊。算了，不要几百嘞！哇，伊就忙中了。哇，那就找人几百，好几百嘞。好，伊就叫人进来来，甲火甲抓嘞，甲伊个涂骹火顶个入火顶来了，甲站甲一直甲站站满做肉饼，变变变啊，站死啊！哦，一些代志就甲伊人在讲，伊讲这人阿都我前某啊，前个某诶，伊个离婚的太太阿死去啊！啊，最近死去啊，死咧！遐囝来敲电话，甲爸爸讲，啊就好啦。你即你若死去的时，吼、哦，遐过去嘛一段情，啊一段缘，
啊，那么伊就开始咧，甲讲伊所开的钱拢我出无要紧啦，我来开啦，就安尼咧，就太太咧，王先生离婚的太太咧，伊就趁这机会就收入来了，无毋敢入来呢，各位咱查某人甲查甫人查某人咧相公，你毋要爱注意哦，离婚，你什么随便离婚哦。离婚了吼，你若死去，你安尼先甲讲哦，你无听，到尾也足麻烦了。结果大家死翘翘咧，足欢喜啊！系啊，天灾啦，咱个孙啊开始病，阿袂食饭，艰苦啊尼哦，三个钱啊搞三个人拢无办呢。其实当时上课的时候，看有够可怜呢，爸爸无一碗公饭呢，迄阵都咱6月15号，咱嘞16、17、18、19，三工要办，当然是要花费嘛。我就甲我讲，你这紧嘞，恁嘞，好多先生的太太，原来太太死去啊，你甲这个大家在变戏的时候，开始互你先生病甲是，我来病死，结果嘞，我紧嘞去忏悔，去忏悔。迄个牌位去写一个超度莲花，太太，你先生含太太两个，安怎写嘞？写嘞去遐忏悔，烧迄个回事嘞。你有来嘛？有你因啥物？哭哭哭，连啥物？我你看，这个牛逼来，这个条条条哦，红菜哪会食？好啊，你要甲打死我，都互你袂食饭。好啊，你要甲打死我，都互你冤案，互伊去无去。你嘛无某，你嘛无翁就对啦。所以咱咧思想而且太太咧，迄个续弦嘛，到尾啊，算个娶就对啦，离婚了个娶，娶咧一直误会，我思想风水地理愈学愈歹，学到遮迄拢安尼，身体也歹歹了，也袂食饭，也袂创啥拢歹啦，反正啥拢歹就对啦，一直牵拖。我都舒服啊！我教我做派，我创啥？我嘛毋知哪样呢？结果就是安尼，去共打死因某的人，头前打袂当，就后壁锁起来，叫脏掉，甲打卡，打边安尼尔。所以这个代志啊，我咧今日忏悔，今日忏悔，跪头前忏悔。照讲咧，要叫跪是爱伊的命吗？爱伊的命，伊太太哪有可能叫我去跪跪前的某的某？对无，那有可能？你若无归恁翁的嘛，就一定袂活，救袂活，我无法嘞。还靠花台去甲跪灵前去甲会，忏悔讲我毋对啊。后摆嘛，别甲你讲安怎，我了嘛，逐个好拢讲了了。先生好起来，你知无？先生就开始第好，第二个、第三个就好，好个种肥起来嘞。会食饭会啥？所以咱呐，迄条都。佛弟子啊，咱的慈悲心啊，咱莫说哦，啥鬼了，我必成其鬼用哦，什么福都搞变，咱绝对不要这样。咱呐，干了有缘，拢是有缘，也干了小三拢是有缘，所以咱爱忏悔，忏悔了呢，即摆呢，太太呢伊也将社会有出级的人嘛，伊讲我安尼我毋对啊，安尼我甲你回去咧，好不好？我问我好无？我好啦，莫问老师讲好无啦？我好啊，那么你去忏悔嘛？了嘞，你要拍心头，拍念头，绝对不能有。那安尼来嘞，即摆就好溜溜啊，肥嘻嘻啊，而且照常上班啊，壮回生理做啊。所以咱是灵魂世界的代志啊，咱若烦着，咱嘛明一心一意想要共变高人，但最袂使。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速得流芳禅机山。黄道之国平天下，禅净双修见真心。
心，到天赐福建。